其实可以扯，他们你震慑的，我只要把人震下来就行。现在有点怕了，哎，这扯啊，还扛那么一刀，这边也是多留一些残影啊，这样子是就是有拿到对，再给你哦。哎呀，这个配合，军工厂这个工厂真的是很让大猫，我的大猫之前就护腕弹出去了，现在还有个护腕在，但现在冷了，人跳在炸，大猫的接待的人直接护腕了，直接抽一刀没抽中，哦，那就被砸疼了，好博弈。又好了，反正又好了，是的，打不倒，哦，大飞今天打，跌倒了，特别好，就说控制他很慢，别阻挡一下，等一下有一块刀，哦，还好，一块刀交换下来，给到一道落地刀又来，这阵子话有可能救不到。其实他最好还是要快点定，因为密码键在切换。对，不能再多了，再等一个火源。好，烫倒了，但是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量。你是碰瓷的吗？哇，这什么事呢？撞了，是的，就秋生他比较急嘛，但是博弈这边他是比较能看到。怪啊！你过来呀！但是再往前找的话 ，OK OK， 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视野。今天要选硬追，雷炸到了，这样再扑一颗雷，第三颗则跳球规避，给一个反，现在有两连球。嘿嘿。手上有雷，怎么出刀飞了一步？What can I say？ 吓走了！天哪，最后一波！我的天！不玩了，走了。主要是这是一个高强区，他下一波的一个钩爪拉点身位都是比较近的。没错，这波看我的！哎呦，脑瓜子是不是光光的？封印波窗，原生可以考虑拿刀。哎呦，原生先拿一刀，而且还没放狗，那可能说冰块这个位置要被秒。救救我！Here I come！ 你好，现在就喷一口啊，护腕被打断了，这张信，护腕全部都交完了，那这样没有护腕，看一下这个好评要再一下。No！ 打到佣兵，那两个人都在地下室出不去了。两个人一起挂地下室的话，那这一波手里就赚了。